果然应该带双弹呢，我以为是蜘蛛，否则我就不卖娃娃了。这大头谁用枪呢？ 叫着叫着就被锤了一刀，小心！哎，优秀，我无所谓呀，我怀表6里3台机，我觉得很满足了呀，我铁屁股再做2台无所谓啊。 我就说我应该带弹射的吧，我就感觉这把不对劲，要被锤。带了个怀表，真不应该啊！还好点了铁屁股，直接扯，不要犹豫，哎，犹豫白给了。 那咋办嘛？这铁屁股都顶不住，拆到娃娃。 开个门，门开了，那帮一下这个调试。 哎，无所谓，这还能捞一次，直接捞走门。我看一下啊，他这波捞不捞得下来？他有怀表，捞机械时捞不下来，我这看这是看你空姐捞不捞得下来。 怀表走门，吓人呢！
哎，我都往这走了，你还往这走？前面的那机子让给你，你又不修。这干嘛呀？听见那个脚步的劲。别走了。全被谁捡了？全呢？被狗咬了！兄弟，板下，板下！哎呀妈耶！哇，日你哥，你的狗是真的多。有种你再放一只，你敢吗？这不白给吗？你都不来挂人了，啊？可以，这把稳了，这把随便玩。抽点箱子，开心开心。哎，你误人呢？早知道刚才就把魔术棒带着了。捡圈啊，捡圈！哎，按错了。
咬他，咬他，咬他！哎呀，又咬我，我日！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我，哎呦！完全不虚，直接修。墙角了，吃一刀。也不敢传。这好像是要卖掉了，狠，干得漂亮，干！香水瓶呢？那牛兵是在修鬼屋后面吗？差一点调养机子，哎呦，我不行，我不能，我不能，不能去，不能去补，我得补佣兵呢，佣兵自己去补调养呢，太远了，你救人去。
僵尸，在帐篷里面。牛民倒了。我的妈呀，差这么多！还 VIP 呢，直接点了呀！看不了了，佣兵得死。我又没点。我这房子的一手他贪得很，三杀你还不乐意。医者天下第一。哎，怎么上不了车？真就说服我呗，佣兵就不说我了呗。还在那刷分，
枪了。妹妹，这么多空姐咋都这么不给力呢？你吃一句嘛，那枪掉了干啥呀？你就坐椅子憋在手里都是好的。你看那谜一样的走位，我帮你下，你别。不想救你了，再见。等一波一吧，我不会救你的。专心破译。这个锤子这么刮下来能坚持多久？不如卖了，发表我留着吧，救其他人。无所谓，你尽情走呗。近身，走。打不好啊，你可真的不会摸好的。三连，带个精神在这晃。有何用呢？还没撞出来。啊，
找我了，还在那门口堵着。先明吧。结实呢？发个信号呀！信号这么值钱的吗？ 捡个钱应该不要紧吧？走了走了走了。 三二一，死！还没嗝屁。 钱，大胆一点！哎，什么情况？怎么翻出去 ？Nice！ 闪现出来了，死！嗯。
好好，我以为他没带怀表呢。嗯。我要消失了，哎，一到晋级赛这种时候没办法了，是时候逃出来混子用兵了。给力哦！等会一出来三个人死一个，没看啊？等会他出来就是一刀。你修啊？还修是吧？是不是还修？是吧？兄，我不敢修了，我不敢修了，蚊子。这套路谁呢？弄。还反身出刀骗香水，他又来了。先假装摸一下，然后我就走。我要把我电击补了。你跟过来干嘛？咱俩一死一起嘛，等下玩牌一个捡一次捡俩。哦，你没死啊。
所谓，慢慢玩，也是服，不急。磨好吧，等会儿金枪他自己磨。过来帮我补一下电机啊！不需要操作是挺秀的，但是这没什么卵用啊。半年的人都没挂上，而且四个人全都是满状态，都不是一刀死，这有啥用啊？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那么远，救不了了。你们骚扰一下，搞他的牌。你还原地玩牌？哎，玩牌你看的都是我的。板子一下。接着玩啊，我卡你的牌，你玩，你要是能捡到十，那真见鬼了。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有用了。这是个医疗兵呢，肯定不着急，省得他帮牌回来。
应该能点。上瘾。再碰一下，就一下，哎，舒服。拍照也没用啊，你拍照。皮，哎，皮的开心。这边养好了呀，兄弟，人被偷了！你人被偷了！怎么偷来的都追？哎呀！他开始玩牌了，他开始了。小丑，你他要赶去我，我枪我就一直捏着，我都不交了。不拉锯啊，哦，骗个鸟。闪现。闪现巨板。哦，被清风撞了。
哎，当祭司玩的，怎么演员还吃一刀啊？舞台祭司二级狙啊！演员在那顶了个受伤修呗。还好不是三连，要不然三连被破了。你都被偷的都不知道哦。真好，竞赛又没了。人就直接出门了呗，头也不回一下。
好像是没亮吗？怎么搞得我手亮？ 这可以啊，半年也没见到受伤，直接是飞起来了。你看这前锋又白给了，直线开长球，傻子都要出刀了，直线开长球。 鸡子被偷了，鸡子被偷了，你这是没，哦，应该大印章过程被打倒了，我也没带大印章呢，吐死了。 打我干什么？你打我有用吗？没有用啊！人还被偷了。
你真就在人皇鸡玩手无鸡啊！你胆子也是真的肥。没经历过毒打，打一顿就好装，小石头。铁石有怀表，他想救。两个文盲敲一台机子，看的骗他一刀，出刀，哎，再一剑，圆心，然后巨尸体，上打我。把机械师摸起来，白给了，这你都能断，you
蒙过来走门可好？平局就晋级啦！终于过了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！这打个晋级赛，你不拿个混子佣兵，他就是不让你晋级的。还好我把板子下了，兄弟，你在干嘛呢？刀子鬼啊！估计是想骗香水的。手速慢了，哎呀，当前个锤子啊，我知道他要闪了，按一下 Q， 他当前不可使用该道具了。翻不翻嘛？他拉锯叫剧本判定。你拉不拉？你不拉，你不拉我就下板子。嗯。完了，这个人还送了个二级狙，本来溜的好好的，送了个二级狙，我日！那谢谢你。还白给了。真的在刮皮，赶紧搞根针吧，凑点东西保命一些。好东西，补一下前锋的机子，前锋的遗产机，怎么感觉巨物来了？快点，快点，直接点他们一刀！
先向你们闪现，我先远离这个鸡爪。闪现巨板，我人都看傻了，他在干嘛呀？闪没交吗？刚才看见你出光了，看错了吧？扎一下，好像是打钻，跟那个黑妹打钻，简直是法力无边啊！地上挺凉快。给他打了，哎，可以，把我磨起来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你个瓜皮！哎，搞什么东西呀？这是什么魔术棒啊？别压了点了吧。什么二手魔术棒啊，用了就震慑，用了就震慑，我的天。巨版判定。巨版判定，有用吗？没有用啊，垂死挣扎呀。大黄有人啦，挂了个信号，免得有人又往大黄跑。就不追了。
闪现给我一刀，你闪现给我一刀，那我往大房跑了呀。王子拉拉距离，反正先下了吧。黑面还在修，你这是前命大还修，这拖了两个人的修机就走了。那我也修，啥啥啥啥，打好吧，不好救啊，没香水，然后吐一口 OK 可以救了，十秒钟 CD。慢了慢了慢了。并没有重新修，现在点啊，迟了呀，有点。怀表六鬼，搏命修机。
办了。你在这开门不找死吗？可以。哎呀，我操！不出刀吐丝，就很烦。是没了，除非他能把这个门开了。没了。我都不浇香水，你还骗香水呢？哎呀，翻车了，瘫了，我应该提前飞的。瘫的鸭皮。你快点啊，要过班了呀，已经过班了，过班了，啊，插刀都没插完你就交枪了，我的妈呀。飞，让你飞。你刚才翻得出去吧？哎，我回去接刀子了。应该遗产机挺多的。
空检测。咱就没抓到现实啊，就不会没带风窗，就在大黄那边反复翻吧。还被砸一板子。这边我不用修了呀，直接保它就完事了呀。要好了是吧？捞分捞分捞分。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，爽，刺激，送我三层猴子。退眼还做完了，哇，双倍快乐。还干什么呀？排位打了再玩牌呀，谁排位不打就玩牌啊？哎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是女巫，半佣兵只有女巫了，难打了。
真不好救。坐车啊，兄弟，祭司上来没？没上来，再见。再见。自己不上车的。一点都不灵性。能上车不上车。非要去，非要去翻窗。这王牧之邦还不真实了，真给力呀、啊！一点都不好撞，现在也给力，把这板子给下来，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你看这先知我不懂，他不救人谁能救？等你过来卡个班，过班救你是真他妈优秀，下一局我不打了。我神仙呐、啊！我操！
现在是怎么做到镜像里面吃一刀的呀？这也太早了吧。精神为重，
什么皮肤啊，好丑。也不能乱跑啊，它有寄生啊。转转圈吗？
Thank you.